好，大学学费呢一直传出说要涨了，但是常常也都是指纹楼梯响。而现在政大要开国立大学函涨的第一枪，包括大学部跟硕士班哦，这个学费都打算要调涨。五月份将会召开公听会跟学生来沟通。至于其他大学则尚未决定是否要提出调涨案，但是台大、成大他们表态暂时不会涨。